前两日去开中环，顺便去睇鸭仔，咁啱遇着黄色暴雨。去到厕所门口，突然狂风暴雨，大家就一齐匿喺厕所门口度避雨，一企就企咗半个钟，由黄雨企到红雨，见到啲雨稍微细少少都唔理得咁多，笑喊。其实放乜嘢喺度都会有人特登嚟睇，唔一定系呢两只鸭先至咁受欢迎。我谂十年后，除咗呢两只大鸭，后面应该仲有一班鸭仔。小心啲啊！影埋就行啦，多位唔好嚟，唔好留喺户外啦。影埋就嗱嗱声下睇有轮播啦，小心啲。避雨期间听到几个女仔在讲紧做 model 的事，其中一个透露佢埋怨经理人帮佢揾工揾得少，点知经理人同佢讲等钱使就去做 part time girlfriend。 佢听到好嬲，但系又唔敢闹翻经理人转头，因为有时个经理人真系会介绍到啲笋工俾佢做，一个钟有几百蚊嗰种。虽然人工高，但系成日俾人非礼，尤其喺乐园扮公主、扮动物嗰阵时，啲小朋友会捉住佢只手叫姐姐姐姐，但系捉捉下，唔知点解只手会捉咗落去个胸度。